我们还有其他的名单，我就不一一宣读。 但是，请大家千万不要忘了，我们还有第三张票，这三张、第三张票就是政党的票。我们要跟各位报告，让亲民党回到立法院。我们以前亲民党在立法院的时候，每一次评比都是各个政党的第一名。但是2008年，我们愿意让马英九能够完全的执政。 所以把所有的部队都交给了国民党，但是您看看就被糟蹋成什么个样子。各位亲爱的乡亲，这次亲民党要卷土重来，那就是我们要在立法院成立党团，请大家在政党票上面投给9号，好不好？亲民党。 亲民党所提名的不分区的立委非常优秀，我们不耽误大家的时间。但是有几个特色，你看看所有的政党里面没有一个政党提那一个渔民和农民的，只有亲民党提了我们郑美兰代表渔民。 而且重视教育的陈怡杰，给陈怡杰加油好吗？陈怡杰，我们也提名林希伟，是劳工的代表。林希伟，林希伟，林希伟，所以，我们真正是全民的政党，各位亲爱的乡亲。 看看宋楚瑜今天天气好冷，穿的衣服。你看里面有绿的，有蓝的，有黄的，对不对？橘黄的，那就是怎么样？台湾是一个多彩多姿的，对不对？台湾要真正不分党派、不分族群，让我们重新宋楚瑜回来替大家重新创造。 台湾多彩多姿的一个我们台湾人共同的希望的梦，让每一个台湾人的梦都能够飞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回头请阿峰再唱一遍，好不好？好，让我们台湾人的梦真正能飞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我们真正来说，你看他又拿来好多的红包，这是民众刚刚啊，红包袋。 送过来的，哎，你看看，各位亲爱的乡亲，我看到我们每一笔这些乡亲所给我们的很多的期待，亲民党没有钱做大型的造势，因为我们只有个招牌，宋楚瑜不会造势，宋楚瑜会做事，对不对？ 亲民党的这些干部都会做事，认真的做事，对不对？但是请大家告诉大家，让我们真正，你看看，跟大家讲，我收到最多的，好像都是什么呀？用六的，就六六大顺，是不是？有60块的，有600块的，对不起，还有6000块的。各位亲爱的乡亲，这就表示大家都希望。 六六大顺，我们都希望台湾能够六六大顺。我们希望台湾一切平安，让每一个人的下一站怎么样都是幸福的，都是幸福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谢谢他。你看，宋楚瑜所有这些都会列到我们的政党捐献名单，但是好多的都是叫做无名氏，好多都是无名氏。 我在这边。
我们一起鞠躬向所有这些无名英雄们来感谢，多谢你的栽培，很开心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对清明党的许多许多的照顾和支持，找回我们共同的希望。我们不是 Made in Taiwan， 对不对？对，让我们一起来创造我们的幸福。请大家告诉大家，相信你自己，坚定的那个选择，对的选择就是台湾的选择，选给宋楚瑜没有错。谢谢您，谢谢，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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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谢谢大家。我们请阿峰带着我们再重温他美丽的歌声。Made in Taiwan， Made in Taiwan， 加油加油 ，Made in Taiwan， 人民加油加油加油，壮志壮志壮志，宋楚瑜，宋楚瑜，宋楚瑜，一月十四号啊，大家加油！哇，红包越来越多了，哇，我继续唱，我看能收到多少红包啊！我们那边很多红包袋，好开心啊！感恩啊，感恩感恩！你们请工作人员到前面来啊，请工作人员到前面来。嘿，送上来没有关系，到前面交给我们工作人员。阿峰，我以后跟你都站在一起，人家以为我们两个在连麦唱。主席，这一包很厚哦。世界，他还没礼貌。谢谢谢谢谢，真有用。红的绿的蓝的就这样了吗，我快忘了台湾的味道，现在的空气慢慢的不糟了，越来越好了。我知道你在努力过得好一点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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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理想都在眼前，却总是差一些。好好把握今天的一切，自己进来没关系，到台前就可以。明天的太阳会更美，我们都站在一个充满爱的地方。看看这个世界，它还美丽吗？红的、绿的、蓝的，就这样的吗？我快忘了故乡的味道，现在的空气好糟。我知道你在努力过得好一些，理想都在眼前，却总是差一点。好好把握今天的一切，还没有完哦，赶快哦，歌还很长哦，还有机会哦。明天的太阳会很美，我们都站在一个充满爱的地方，每个梦想它都能飞，和平的白鸽会带我们找到天堂，它的名字 Made in Taiwan。 工商服务时间
红包袋我们的柜台有，旁边帐篷有，然后我平常呢在我们的总部衡阳路71号也有，欢迎大家来领取我们的主席的红包袋，这个很特别哦。各位，我本来在考虑我们最后的3天能不能登广告，现在有钱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其实在红包上面，主席的口袋的红包袋，这个口袋里面红包已经满了，换一件外套好了，好不好？天堂，他的名字 Made in Taiwan。 哇，还没有了，再来啊，再来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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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送红包的话，电视广告最后3天也快要有了，谢谢。我好像应该再唱一首嘛，谢谢。还有没有？我们还有啊。谢谢你来帮队，谢谢你，我们要破纪录，破小桌纪录，好不好？好，他们的都是一块一块的，我们都是1000、2000的，对不对？拿出我的热情，好不好？好，红包袋也不累。多少风波经历过，为了你需要坚持到最后。谢谢。风雨中，谢谢大家，听见你传来关心的问候，是我们台湾人民一起感动的时刻。只有你和我最懂，非常的感谢大家，大家共同的努力，一起来加油，好不好？谢谢你陪我走过这段路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还有，请阿峰赶快去找保全公司来保护我。看看，好多好多，我们最后3天一定想办法登几个广告，让全台湾的人晓得，亲民党真正是要希望找回台湾人的位置，找回我们共同的光荣和信念。找回我们对台湾的信心，好不好？让宋楚瑜重新来帮大家掌握，好不好？哇，还有哎，真的是宋楚，还有直接丢现金的。真的非常感谢。各位的红包不断，阿峰就唱到天亮。谢谢我们在场每一位好朋友，让我们在平安夜为台湾许下我们的心愿，我们捍卫台湾的民主价值，我们共同创造台湾的民主价值，我们把我们的心献给我们社会每一位乡亲好朋友，让台湾平安，让中华民国永远平安，就是让3号宋楚瑜先生顺利当选，好不好？大家加油，好不好？让中华民国赢得胜利，让宋楚瑜先生成为拯救中华民国经济的英雄，跟大家共创前途。谢谢，好不好？好，拜托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请大家多多领取红包袋。谢谢大家，政党的小额捐献。多多领取红包袋。那么我们的这个账号也，红包袋后面有账号啊，来。